我的天哪，你玩过这种一捏就会吐出一只脚的鲨鱼玩具吗？有个小伙子好奇地把他的肚子划开，竟然在里面发现了一枚恶魔的手，掌心里还镶嵌着一只红宝石眼睛。据说千万别在午夜12点把它放在手上，否则你的手就会受到诅咒，手指会变成蜡烛，还会冒出火焰，真的太诡异了。不是吧，鲨鱼籽里面竟然能吐出一只脚，吐出脚就算了，肚子里面还藏着恶魔的手掌，手掌中间还有个红红的眼睛啊，千万不能在午夜12点把这枚恶魔的手掌放在手掌心里，否则的话这手就会受到诅咒，食指会变成蜡烛，还能点起火焰。看起来有点吓人啊。屏幕上的小伙伴们怎么都说，如果我打算买这种鲨鱼捏捏回来寻宝的话，就都为我点小红心啊。真的假的呀？那说好了，咱们只寻宝不做实验。要是找到了恶魔手掌，我可不会把它放在我的手心呢。手中竟然有白素村长，既然大家都这么给力，那我就去买点鲨鱼捏捏回来找找看看。你们走，这个方子鲨鱼捏捏买回来了。没想到我的小卖部被真人在打，老板就轻松大处理，这一整盒只要10块钱，这也太便宜了吧。长得和视频里是一模一样啊。你也这么丰富的脚丫子，赶紧把手掌伸进去里面，有没有藏着恶魔手掌吧？这么多小鲨鱼，咱们每一只开始找呢。这一个嘴巴最大，就你啦！来吧，哇！让我来找找，红眼睛，不是吧？第一个就找到了，赶紧给它掏出来，转。对呀、这形状怎么长得那么像牛啊？原来你是冒充的，差点以为自己今天中了头奖呢。下一个就你了，来吧，滑了开，我看啊，中的，再来，我滑啊，是个蓝眼睛，掏出来，这是什么造型啊？这看着怎么有点像是蛇的眼睛啊？放心了，它既不是手掌，也不是红眼睛。你怎么流眼泪了？该不会是害怕了吧？害怕你还吃人脚丫子？来吧，滑了开，悄悄抽一眼。啊，这眼睛，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哈，不是吧，竟然是个蝴蝶，好美啊！感觉比前几个好看多了。还有好多蝴蝶项链系在脖子上，抽到第5只了，到现在都没见到手掌的影子。七，我眼睛，这该不会是手掌吧？啊，不是手掌啊！等一下，这个咱们是不是抽过啊？果然，之前抽过一个一模一样的，气死我了！来一次性抽两个，我切切切切切，嘿，啊，不是吧，竟然是空的，再切一只，还是空的，我都已经切了7只鲨鱼了，还是没找到大家让我找到恶魔手掌，最后5只，来吧，继续找 ，OK， 妈呀，这不是手掌精吗？不对，虽然这是我要找的手掌，但是它的眼睛怎么是黄颜色的呀？哎，我有一个办法，等我把之前的红眼睛给抠下来，装在手掌上不就行了？收掉，收掉，我抠，抠不下来，算了算了，咱们还是老老实实继续找吧。我滑，扒拉开，哎，这不是六芒星吗？抽出来，我的妈呀，果然是六芒星，上面还有迷你小骷髅呢，这六芒星都不在纸里啊！再来，继续找。我切，出来吧！啊，怎么又是你？我都已经抽到3个了。不过小伙伴们，你们还别说，这3个颜色凑在一起还挺好看的呢。绿不脸的小鱼，能不能找到我们手掌，就靠你们了。来吧，我切，扒拉开，手掌又出现了。是了，这次颜色又不对，到底能不能抽到红色的呀？最后一只，我切开它。嗯，是红眼睛的。我的天哪，你见过跆拳道选手劈木板吗？
据说这种道具木板非常的脆皮，用手轻轻一碰就会碎掉，像饼干一样，连小孩子都能轻松踢碎，真的太神奇了。啊，不是吧，这跆拳道用的木板竟然这么脆皮啊，怪不得我之前的手势比你看到那些练跆拳道的人一脚都能踢碎十几块木板呢。原来这些木板是特制的啊，就连小孩子都能轻松踢碎。不行不行，我得上网来搜一搜。哦，老子们，你们是这个视频啊，咱们可以在这个视频里找到一个蛛丝马迹。老子们看见没，这女生踢木板的时候还没踢碎，结果这木板是被拿着木板的这个男生给轻轻一掰就碎了的。弹弓的木板是真的很脆皮啊，既然这样的话，我也买点特制木板，回来挑战一下手提木板。不知道我的一掌下去能不能给它劈开，然后就是这种0.6厘米的，它是0.3厘米的两倍，这一块感觉就结实的很多了。还有0.9厘米的，它比0.3厘米要厚出一个 level。不过就这三个等级，肯定不够咱们挑战的。我还准备了1.2厘米的高级版本，0.2厘米的大师版本。这大师版本已经是店铺里最厚的版本了。接下来咱们就从最低等级的0.3厘米开始挑战。这么薄的木板，咱们不上脚了，直接用我的纤纤玉手来劈。老哥们，祝我劈成功了，记得给我点个小红心哦！来吧，开始，3、2、1。以后要是中低的话，直接买0.3的板子就可以了。今天这么顺利，接下来这里大家来个全新一支拼木板，预备，开始！这一波给我整得太自信了，感觉我的手都能拿去劈柴了。听起来是一点都没有挑战性啊，随随便便就被劈开了。接下来咱们难度升级，能抽到0.6的，这可是相当于2个0.3的厚度了。3、2、1，劈！这一波劈开也是很轻松啊，这0.3和0.6真是没区别啊，不用手都能轻松，要是脚的话一根脚趾都能把你劈断了。接下来咱们再试试更厚一点的0.9厘米的，这回可是接近1厘米了。来吧，看看哥哥我这个从来没练过的人能不能把它给劈开。小伙伴们记得点小红心哦。3、2、1。